Ay, Maya.哎妈，好久没吃雪糕了，太热了，我没淋雨这两天。这两天我要热爆炸了。好吃，点点红心，家人们。吹着空调，吃着雪糕，还怪冻得慌嘞。谢谢，朝阳启航。吃独食，我倒是想给你吃呀。关键是你吃不着呀。我吃点儿，雪糕。太热了，现在我们这里是一天老下雨，闷热。好吃呀，这个不是巧乐的，这个是什么？哼哼。我今年很少吃这玩意，不想。以前的时候经常吃雪糕，今年想不着买。这个挺好吃，不好吃，好吃。多少钱一块？10块钱，5块。10块钱，五块。吃掉，呀，真好看，我感觉像批发那里批发也就1块钱，你信吧？吃多了宫寒，我本来就宫寒，哼。2块钱一个，我感觉去批发也就1块钱一个，你们信吗？差不多，那改天去批发一点吧。这个人生天天想挠我，你哎，天天挠。天天挠，你倒是能挠上呀。欢迎六二哥，晚上好。你天天要挠我，你倒是挠呀！我等着你来挠，赶紧来。我太近了，范冰冰更近。你能挠上吗？吃饭没有啊？没有呀，扣哥，明天吃饭了，等着你来给我刷礼物呢。等着你刷礼物，我再吃。我没钱吃饭了。谢谢大鹏送的小可爱。
我今天白天都没开，我又受打击了，我又受打击了。今天下午没拍，直接在家躺在床上躺了一天。今天我躺着玩，我也不开播，开播挣的32死的，还不够浪费电的。谁都想干主播，不是一般人能干上的。那么不，那你不是一般人就能干上，因为咱也是一般人，咱本来就是一般人哈，怎么能囊上呀？反正你这样的是囊不上。我今天下午不开播了吧？反正我早上10点钟就醒了。哎，10点钟醒了，我就是玩儿。我心态有点受打击了哟，美女，我去找你好吗？好呀，谁和你玩呀？跟我玩的人多了，想跟我玩的人多了。那句话怎么说的？咱把红心点到5000来，哥哥们，点点红心。这裙子好性感呀，这裙子不太好看，还呀，我看着图片挺好的，买来不是那样的。买来以后哈，不是我想要的那种，太厚了，它不是薄的。我想象的是那种很薄的这个裙子应该，结果买了它一点都不薄，挺厚的，太厚了。要不是因为开着空调穿呀，这个衣服都不适合。它是两，它这个衣服它2层，里面还有一层，里面还有一层，你们知道吧？它2层这个衣服太厚了。下面咱点点红心啊，把红心往上点一点。我感觉吃完雪糕要拉肚子呢。要拉肚子的感觉，吃不吃完雪糕？来吧，点红心开始。来吧，点点。今天我眉毛画了一下，就是比不画强哈。我前段时间我都不画眉毛。画一下，它就是比不画强；画一下，就是感觉有型，有型，颜色，颜色重一点哈。太美啦！哎呦我去，你给我点点红心吧啊，哥！哥，你这给我一顿夸，夸的你不给我点红心都不行，我告诉你。什么凶手之名逍遥法外呀、啊？啊，我看群里说的啥呀？什么凶手？
我今天菜鸟有快递没拿。啊，极品美女，我靠！红心点了500，我说了这么大半天，红心就点了500下。哎呀，太气人了！怎么才点了这么少呢？500可以啦，你懂个毛线？你500可以了，这就说明是一个也没点呀，就我自己点的。我想要多少？我想要10000，这说明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点。这就说明你们就是把我说的话都当耳旁风啊，你们都不听我的，你们是一点都不带听我的呀！我靠，我生气了，我也今天晚上我一个舞我也不跳，啊，咱不是不点红心吗？咱也不跳舞，红心上线，你扯犊子呢，红心上线。欢迎我山亭哥，你也不跳，光溜嘴皮子。我红心没点到，我跳什么跳？哎呀，是吧？证明你像你这样的，本来你就不是我直播间的老粉儿，你本来就是路过的。你连我的粉丝团都不加，你还说我，你给我滚犊子你！我直播间老粉都知道，我是红心五千，我红心五千的时候跳舞。一会跳的时候，把这个叫老高同志先给他拉黑剔除，先把他给推出去斩了。跳之前先把他给推出去。点到多少跳舞？点到5000。点到5000。欢迎辉哥，你跳起来红心就快，我就不跳，而且我跳的时候我先把你拉出去。啊，娘嘞，这个死鱼眼呀，死白雪，你吓我一跳，谢谢白雪的显眼包，这个礼物也真的是哈，绝了，这个礼物也绝了啊，这个礼物是唯一一个让你看完了就，哼。还得骂你一下的那种，啥也不是，你是乌龟，你是王八，拉吧无所谓，我就拉你，就拉你，哎呀，离远一点吧，空调直吹有点冷啊，就拉你。你还说我？哎呦我去！我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对我指手画脚了？啊？谁家的这么俊呀？辉哥家的。今天黑色的，不告诉你，让你猜，就让你猜。谢谢晚星送的人气票，我把你快手停了。哎呀妈呀，你赶紧给我把快手停了！我老高同志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赶紧给我封号啊，赶紧把我号给我封了。
俺家的迷你剧呀、啊，就是因为你家的不剧，这不是就是给你个剧呢吗？欢迎明哥啊，晚上好，快手用户啊，这回就快了吧？你看，这回红心就快了，4000了是吧？你看，这回红心就不就快了吗？你都不敢想啊！我跟你说，人都是要有梦想的，你必须要有想法，你必须有想法，然后才能去实现。如果说你连那种想法都没有，那怎么可能会实现呢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全是我点的，你可真能给你戴高帽子哈！一个人最多就能点500下，一个人最多就能点500下，你整一个全部都是你点的。你是真会往你脸上贴金呀，宝贝哥，今天有事来晚了啊，没事，点的手都酸了呀，哎呦我去，给你吹一吹吧，我给你吹一吹，给你揉一揉，给你亲一亲就好了。看我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我一会我饿了我就吃这个，这是我今天晚上的夜宵。到了，好的，马上就跳啊，不要着急，吃完一口就跳舞。牛肉干儿，嗯，好，不吃了，牛。哥哥们，我要跳舞啦！哥哥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要跳舞了哟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喂，喂，有声音了吗？哎妈，有点撑呢。我不是孙悟空，也没大闹天宫，为何生活给我的痛比五指山还要重？我本两手空空，为何还心事重重？明明满脸都是笑容，为何依旧会心痛？我不是孙悟空，也没大闹天宫，为何梦想与现实之间总隔着上万重？我本两手空空，为何还心事重重？明明满身都是伤痕，却假装不同。有多少人和我一样，明明想去一个地方，莫名的就想家里人也一样，就算你说
给我的痛比五指山还要重，我本两手空空，为何还心事重重？明明满脸都是笑容，为何依旧会心痛？我不是孙悟空，也没大闹天宫，为何梦想与现实之间总隔着山万重？我本两手空空，为何还心事重重？明明满身都是伤痕，却假装不痛。交往，包括家里人也一样，就算你说晚上有